你坐着干啥呀？这筷子能拿起来吗？我今天给你做两个菜，你就别挑了呗。我给拌个鸡架，卧个鸡蛋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就吃呗。哪儿好啊？那玩意儿跟好不好有啥关系呀？筷子拿不起来，那怎么吃？这非得吃四个菜呀？原则性问题，必须的。你今天就先对付吃，对付不了。我明天多给你做两个还不行不吗？行，赶紧的，快点的，别磨叽。我的妈！你是真行，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，收拾不了你了你。这回吃吧啊，这回行了吧？吃啥呀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就给你炖酸菜吗？啥时候炖的？那不昨天炖的吗？你老弟炖的吗？那不没吃了的吗？那是剩的，这也是剩的。我不吃剩菜不知道啊？那你不吃就拉倒，我可不愿意做了，一趟又一趟的，吃拉倒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原谅你一次。俗话说有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，在我这嘎达没有再二再三啊，就再一。下次你再这样，我桌子给你周他，你看没有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快吃吧！这酸菜咋吃啊？就这么吃呗，你昨天没吃啊？昨天我就吃点肉，啃个大骨头，那酸菜我一口没吃，不知道咋回事啊，炖的一点味儿没有。你给我整点蒜酱去，去。还吃蒜酱啊？别磨叽，我发现你咋这磨叽呢？啊，你咋这磨叽呢？等着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这回没事了吧？这回能闭嘴吃了吧？啊？吃不吃的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卧鸡蛋呢？那怎么这就是黄呢？青呢？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。你这明显就有问题，下回买菜你注意啊！买鸡蛋你拿灯给我照，看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看里边有没有青？你不能吃，我吃还不行吗？我说不吃了。别笑，你到底咋的啊？这鸡架这鸡腚尖呢？你不吃那玩意儿吗？我就吃尖儿，我吃啥都吃尖儿。搁垃圾桶呢。下回我告诉你啊，把鸡尖给我挑出来，听见没有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咋发咋的了？咋的？我咋发现我不愿意吃啥，你做啥呢？这大米饭你为啥往里边放小米？我看今天早上做小米粥，你挺愿意喝的。那是小米粥，我这吃白米饭里边我就不愿意放小米。哎，你就凑吃吧，凑合不了，赶紧的，先给我焖一锅白米饭，快点的，快点的，啊、先焖一锅白米饭，我等吧，快点的，吃不了。哎呀，闷了，我想把你闷了。